呀越散，一壶酒啊常怀豪饮，山水间呐、啊，看乱世烟纷飞，树阴巡阳几个，嘿嘿。乱世浮生几等闲呐，金森海燕兄弟孤身死燕门月，宋江一介小吏，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。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，几年过去了，光阴流逝，覆水难收。我一直在想啊，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？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？哥哥不必难过，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小弟有一言，如果哥哥不怪，弟就尽抒胸臆。哎，咱们是结义兄弟，生死与共，有什么可怪的？但说无妨。谢哥哥。像这大宋朝，自太祖黄袍加身，历经百年。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，杯酒释兵权，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，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？不，贤弟诧异，如今大宋民主圣贤，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。我宋江一生忠义，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。现在已经是深秋了，重阳佳节，兄弟们难免思亲呢。我在想，咱们设一个宴，唤作菊花宴，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，你觉得如何？但凭哥哥将令。来来来，兄弟们敬一敬，敬一敬。我来说两句，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，在这良辰美景，兄弟们在此相聚，不亦乐乎。我今天高兴，喝了点酒，做了一首词，我给兄弟们念念。好，念。啊，啥是词啊？哎呀，反正哥哥喝多了，念什么咱们也不懂。哎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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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。喜遇重阳，更佳酿今朝新熟，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，头上尽教添白发，鬓边不可无黄菊，日月长悬忠烈胆，风尘仗却奸邪目，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心方足。二娘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这还看不出来，不是盼招安吗？哼！今天要招安，明天要招安，却冷了兄弟们的心呢。既然要招安的话，干嘛要造反？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。招安招安，招神鸟安，这鸟酒俺不喝了，弟兄们走。停，左右与我拖出去，把他斩了。斩就斩，你现在就斩。万万不可，
李逵乃是酒后失狂。哥哥，请哥哥宽恕天哥。息怒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息怒！哥，好好好，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，那我就饶了你，先把他关起来，等会儿再罚。罚就罚。俺等着。铁牛，哪儿？哎呀，哎，铁牛，铁牛啊，铁牛，铁牛，别这样。坐。哥哥，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，酒后失狂，休要怪他。军师啊，我没有怪他。那日在浔阳楼上，我喝醉了酒，误饮了反诗，是他救了我。今天做《满江红》词，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，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。我与李逵感情最深，心里难过呀。武松兄弟啊，我想问问你，我主张招安，改邪归正，做国家的臣子，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？哥哥，不是武松兄弟不服，洒家也不服。哥哥也知道吧，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，蒙蔽圣聪。哥哥执意要招安，洒家就此告辞。明日，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。鲁达兄弟，哎呀，兄弟，鲁达兄弟，哥哥，想我梁山138个兄弟。谁不被朝廷迫害，家破人亡？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，那就请你放我武松，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。兄弟，兄弟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武松兄弟，我林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，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，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，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。对，是不是？是，不共戴天。是，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。不共戴天，不共戴天。你想招安是吧？嗯。走啊！二娘，二娘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二娘，弟兄们，静一静，请压下心头火。公明哥哥喝了酒，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。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，请大家静一静。听公明哥哥说几句。兄弟们，当今皇上至圣至明，只是被奸臣闭塞，暂时昏昧，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，值得我们替天行道，不扰良民的本心，赦免咱们的罪，招安咱们兄弟们，同心报国，青史留名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。哥哥，都散了吧。今天吧，哎，求什么安？求是，谁知道招安当真？哎呀，别疼别走走，快走。我等受尽朝廷欺压，家破人亡，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，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，却没想到公明哥哥。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，就发誓要造反，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。洒家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？但看得出来，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。
诸位兄弟，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，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。你们想想看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，那么在军前效力，一刀一枪，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，啊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张青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想招安的话，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。我们家也是高官，那怎么样？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，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，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？哦，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？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，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，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。哥哥，先生来了，来坐。哥哥无需烦恼，招安的事，慢说兄弟们不同意，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。真要是要强行招安，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。我岂能不知道？先生啊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哥哥，请讲。哎，你看，我生在山东，从未到过京城。眼下已是深秋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我听说今年元宵，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，与民同乐。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。我走以后呢，山寨的一切事务，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。哥哥要去京城看灯。嗯，哥哥，这万万不可。京城公差最多，耳目遍地，这万一有什么差池，那如何了得？啊，不怕，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，晚上才去看灯。哥哥，灯啊，倒是没什么兴趣，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呢。啊，众位兄弟，请留步吧。我去不了多久，看完灯就回来。我走以后，山寨里的一切事务，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。好，哥哥，要注意安全啊。贤弟不必担心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那么好吧，哥哥请放心前去。山寨的事，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，只愿哥哥早日回来，免我等牵挂。宋江，拜托众兄弟了。哥哥一路平安。众兄弟请回吧。军师，你为何要长叹呢？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？怎么，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？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，做大宋朝的忠臣，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。柴进是什么人？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，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。先生言下之意，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，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。
话虽如此，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。吴松，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，万一有事就地接应。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。是是。好，柴皇叔去世以后，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？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。哥哥，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。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，你可升个完曲入去，我在此吃酒等你。哥哥是要做什么？你去办就是了，不必多问。是。些许薄礼，请姑娘笑纳。官人如此破费，小女子岂敢就收？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？正是正是，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，所以呢，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，不知姑娘可否答应？你躲什么呀？爷爷吃了你不成？不不不不，过来陪爷爷吃酒。啊，自己倒。哎，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，自己却去逛灯去了，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，没劲。哎，喝呀。哎哎，晃什么呀？不用晃。哎，好了，问你，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？怎么不带俺铁牛啊？我不敢说。他们去了春香院。春香院在哪儿？干什么的？春门往左拐三个弯，在右拐。爷爷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？妓院。妓院。好他个黑三郎，俺道他是个好人，却是个淫棍。但先砍了他，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。姑娘，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，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。好汉有一归正，正是朝廷之福，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，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。多谢。宋三郎，口是心非的东西，去。你敢滚出来！宋江，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，你却是个淫棍。下来，吃俺梁府。怎么回事？哥哥不好，铁牛打进来了。宋江，走走走，风声。哥哥快走！快下来！这个黑厮坏我大事。哥哥，官军一到，咱们再走，怕是要来不及了。宋江，姑娘。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，在下告辞了。你不出来，你不出来吗？宋江，下来啊！你这个贼配军，贼配军！哥哥，铁牛，住手！铁牛，需要辅导。铁牛，去你的！
铁牛，铁牛，住手！铁牛，住手！再培俊，铁牛，你培俊再跟你理论，真是的，你这个再培俊，好像好汉一样敬你。铁牛，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，我看铁牛，铁牛，你出了大祸了！官兵来了，马上走，快走啊！走啊！来了我也不怕的，走。逛窑子，嗯，快，铁牛，快，快点，铁牛，快走，快，快，快！追！开关城门，别放了梁山贼寇！快点，快，钻，钻，快点，快点门，开关城门，关城门！快点，快点！梁山好汉在此，谁敢关门？快关门！快关门！关着！哎呀！哎呀！阿弟，阿姐，哥哥来，公明哥哥，哥哥快，兄弟们都来了，嗯，哥哥快走吧，好，快走，走走，快走。公明哥哥，公明哥哥，林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军师放心不下，让我在此等候。走吧。嗯，哥哥慢着，铁牛不见了。什么？啊？这黑死竟惹祸，来不及了。万一官军追上来，那就危险了。武松兄弟，你辛苦一趟，回去找他。找到以后马上回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吧。哎，阿弟。啊，哥哥，俺也去。不不不，你不用去。武松兄弟为人机敏，保他无忧。咱们走。好。走，楼上那位听着，俺是你家爷爷，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。有哪个不怕死的，下来与爷爷打上一架。你看这人，铁牛兄弟，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俺不走，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。走了。走。娘的，拼了！且慢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。
天牛啊！你倒是，呀，这，老弟，你等会儿，老弟，瞧把你吓的，他官兵早没影了。哎呀！你干啥？你坐山。你敢骂我，胆小鬼！你不是胆小鬼，你骑这么老快？我马骑得好。什么？你马骑得好？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。你才胆小鬼！俺告诉你啊，你需要让俺生气。你要是生气，那又怎样啊？你惹急了俺，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。你敢？俺怎么不敢？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，你竟然说我胆小鬼！我是吗？我？你是不是你？你才胆小鬼呢！不能的，谁胆小鬼啊？田娇，兄弟怎么了？你问他。我还做事，俺不知道。他耍流氓。俺没耍流氓。你搂我。你个大老爷们，俺搂你做甚？你就是搂我了。俺没有了。二位好汉，这儿也安全，告辞了。且慢，二位救命之恩，我无以回报。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？正是。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。好啊，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，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。二位恩人尊姓大名？在下方天命，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。这是女的？占便宜了，你高兴了？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，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，俺就怕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行了，这黑旋风兄弟啊，这是个直肠子，不要再欺负他啊。二位好汉，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，可否随我一同前往，饮他一碗呢？正好，俺上了半日，口渴得紧，正要畅饮三碗。好，请。黑哥，离我近点儿，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哎，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。哎，黑哥，你以前是砍柴的呀？俺以前大牢子的。你不是好人呐？俺咋不是好人？不是说击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吗？来，惩罚你喝酒。哎呀，喝呀！你喝不喝？喝俺自个儿 喝呀，自个儿喝。妹妹，俺不能再喝了，俺找武松哥哥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别再理睬俺铁牛，俺铁牛就烧高香了。那可不成，谁让你是大笨牛呢？让我不捉弄你也行，你叫我姑奶奶。姑奶奶。小妹不得无礼啊，哥哥。来坐。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。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。铁牛兄弟，小妹淘气，我给你赔个礼。来。这一碗酒，多谢壮士相助。哦，方壮士，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，可俺今天是服了。奇了怪了，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，咋武功这么厉害？哎呦，这小妹，姑奶奶，一个女流之辈，武艺也这么厉害。铁牛兄弟啊，你这是过奖了，我这是雕虫小技，何足挂齿啊。二位才是武艺高强，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。方壮士，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，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？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？偶遇而已。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，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，赏玩花灯，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，
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，便站住了吊桥。冯壮士，俺有一句话想说，俺喜欢你这个兄弟，怎么样？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？冯壮士，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？二位兄弟，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，能与二位结拜，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。看来我比二位年长，就当你们的哥哥吧。太好了，而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。我呢，我也要结拜。你是个女的啊？这女的怎么了？好，结拜结拜结拜，我的姑奶奶。关圣有灵，今天我方天命，我武松，我方天骄，阿立奎，四人情谊相投，自愿结为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有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为何不盟誓？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，啊，等你们说完了，俺再说。关爷爷，俺铁牛嘴笨，不会说话。如今俺和武松哥哥、天命哥哥、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，同生共死。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，就让枪捅死俺，刀砍死俺，过河水淹死俺，骑马摔死俺。三弟，万万不可发此毒誓。俺这算诚心了吧？哎，诚心可见。诚心了。干，干！自从那以后，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，反了朝廷。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，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。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。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，愚兄也早有耳闻。如今这世道，贪官横行，百姓遭殃，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，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，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。哥哥说的对，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。哥哥，俺看你文武全才，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？俺保证，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。俺们兄弟一条心，杀上东京城，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，怎样？你就跟我们去吧。二位兄弟，不瞒你们说，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，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，不日正好举事。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。你们也要干大事儿？对。哥哥，既然都是要造反，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？二位贤弟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，请讲。在愚兄看来，你们梁山兄弟108人，除宋江外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哥哥何出此言？哥哥，但说无妨。宋江、宋公明，仁义之名，天下尽闻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此人小吏出身，气量狭窄。听哥哥把话说完。宋江当年起义，那是迫于无奈。我听说，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，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，对吗？哥哥，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？聚义者，那是要聚天下义士，替天行道，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。而把聚义改为忠义，那就是要告诉朝廷，我们起义实属无奈，那是安身立命，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。由此判断，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。
二位贤弟可知，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？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，说是去看元宵花灯，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，后来把俺给惹急了，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，闹出了大风波。铁牛啊，真有此事吗？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，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。哼，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，那倒是冤枉他了。公明哥哥，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，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？那是为什么？民间流传，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，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，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。由此推断，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。二位贤弟，还不如趁此，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如何？哥哥呀，我们梁山108个兄弟，当初歃血为盟，同生共死，绝不背叛。再说，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。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。也罢，英雄同路，我方天命，余愿足矣。我们走吧。二位兄弟，此去梁山，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。谢谢哥哥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二位贤弟，我就不再送你们了，告辞。哥哥保重。保重。哥哥保重，有机会上梁山，俺们一起玩。哥哥，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？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？俺也说不上来，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，还有威严，有点像公明哥哥，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。多了点什么呢？大气。是啊，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。兄弟啊，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。俺也是，哥哥一走，俺心里好难受啊。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？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，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。好了，走吧。走吧，不要再想了。哎，奇怪，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，不跟咱打招呼，都缩了回去，怕咱投诉不成？这小气家伙，惹急了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。哎，兄弟，你不要鲁莽了，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，别人害怕。他怕俺，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。哎，兄弟不可鲁莽。屋里人听着，快给爷爷出来！再不出来，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！出来！出！二位好汉，有何要事啊？天快黑了，进你家院子歇一晚，明儿赶路。这，这什么这？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？难不成你出门也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？二位请不要误会，二位好汉，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。兄弟啊，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，错过了投宿，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，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。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，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。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？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？说什么太公烦恼，太公烦恼，惹太公出来愿说话。好汉不要生气，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，
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。哎，在厅外侧首二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，是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。是，打扰了。来，二位好汉。哎，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。是。哥哥，哥哥，嗯，怎么了？还没睡啊？哎呀，这东家也太小气了，连点酒也不给俺喝。俺不喝酒啊，睡不着觉。睡吧。两位好汉，俺家太公说了，对不起二位了，你们还是走吧，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。什么？昨天晚上酒也没有，今天早上又不管饭？你家什么人？哭了一晚上，害得爷爷睡不着。二位客人莫怪啊，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老人家，老夫人为何哭泣啊？哎，说来话长啊，我家有一个女儿，年方18，被强人抢夺去了，由此烦恼。何人抢你女儿？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，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。那我问你，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？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。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？宋江口是心非，不是好人。哎，铁牛兄弟，你莫要造次，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。没这事儿？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。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，来这儿他做不出来。老二，哎，你家可有些饭，讨些给我们吃。实话对你说，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，这便是行者武松，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，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。啊，感谢好汉鼎力相助，若能救出我女儿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。来，老人家，来，快快请起。来，老人家，你放心，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，我们自有主张。谢二位大侠。乍暖还寒的季节，一抹抹心舒展笑颜，春风化雨皆人意，荡起心中一阵阵依恋。感时光太匆匆，对镜花容雪，愿此歌有情郎，配一对好姻缘。
水中一张飘渺，成